如果阳明山的这一片森林就出现在民权东路台北市区内，一座属于台北市民的绿色大中央公园。这片绿代表的是环境生态，这片绿代表的是健康宜居，绿色才是台北真正的未来。未来四年，我们不能白白浪费，让我们完成废松基变公园，让台北市脱胎换骨，也让这个超越纽约的大中央公园掀起一场绿色的城市运动。让我们一起翻转台北，建构出绿意盎然、繁荣永续、真正的台湾首都。